十分访谈，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无人驾驶车。为了要让交通更加的便利，我国的目标呢是在未来的15年之内，要在各个市镇推行无人驾驶车辆。但是没有人操控的车子，你敢搭吗？我不知道哎，现在其实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无人驾驶技术呢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出现了，譬如说呢东北线啦、轻轨列车啊，就是完全自动啊，也挺安全的。可是因为这个有固定的轨道啊，现在如果说是要让一个无人驾驶的车辆直接在新加坡的马路上穿梭的话，而且让大家能够广泛的接受这件事情，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应该还是到底可不可行，安不安全。所以针对今天的课题，我们请了两位博士。欢迎两位博士，黄博士还有王博士。欢迎两位。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好，我们当然首先就先请教黄博士了。我们刚刚在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关于无人驾驶车辆的安全性，您一般上会怎么回答？我是认为无人驾驶的车是确实是比较安全的。怎么说呢？第一，它有更广阔的一个视觉领域，然后它能，因为我们装一个感染器，那个感应器，它可以360度的感应，然后他们有所谓的死角的问题。然后第二呢，他不会分心，现在人驾车有时候要看一下手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他不会分心，他不会疲劳，对，他无人驾驶他不会疲劳，然后他也不会被情绪所影响，比如今天我被老板骂了，情绪不好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也没有这种情感上的改变，所以他也会很遵守交通规则，比如他不会闯红灯啊，他不会超速驾驶，所以他有那个行为上的一贯性不会改变，所以我是认为未来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是确实会比有人驾驶还来得安全的。但是刚才说的是没有轨道，它是怎么样依据什么路线来行走呢？这个问到一个重点。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编制一个所谓我们的地图，对，我们会通过一个 2D 的一个这个叫做光线雷达来扫描。第一次我们会通过人为驾驶扫描那个区域，然后制造一个 3D 的一个 map。然后地图，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做一个，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要那个车要懂它在哪里，我在哪里，对，所以它必须要有智慧。对，我们制造的这个 2D 的地图过后，它通过周围的特征，它就能解决它我在哪里的问题。是。然后我们现在的精度是在大概是在10cm 左右。10cm。十公分，对。十公分的意思是说它可以侦测到的那个。准确度差不多10公分。因为大家讲到定位嘛，就是全球定位 GPS， 它的这个 error 就是错误，大概是在10公尺，所以是很大的进步。然后呢，我们是不用 GPS 的，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一个地轨那个地 tunnel 在里面行走，或者我们在一个那个这个城市的一个市区里面有很多高楼大厦，这个 GPS 的 signal 也是很脆弱的。是，对。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光源扫描，是它在进行的时候会不断的进行扫描，还是在启程的时候先进行一轮的这个？首先我们在绘制那个图的时候需要扫描一次，就通过人为驾驶。可是过后呢，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它是每秒钟是50次的扫描。每秒钟50次。所以路上只要有障碍物出现的话，在这个固定的距离之内。它就可以侦测得到，它也就可以。就白天晚上的区别呢？白天晚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用的那个波是大概是在 infrared 的那个，我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它不会被这个光线影响。明白。对。那如果说下雨天淹埋这些，就也不会受这方面的影响了吧？就光线没有那么足。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能在雨势不大的时候安全行驶，比如在很大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比如如果最近那个烟霾的情况太严重了，比如上次到500点的话，我们比如500点，我们人也看不到那个交通灯是红灯、青灯的话，这个时候就可能也会有问题。车速呢？在车速上方面呢，我们大概行驶在30公里每小时，就跟脚踏车快一点点。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运作范围是在，比如在那个市区里面，而且那个所谓人为驾驶，你只能驾40。对。我们今天问了很多这个黄佑峰博士呢这么多问题，主要呢为什么呢要就问呢，就是我们的王丹维博士啊，这样的这个需求在未来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汽车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是。那么汽车以后都变成自动车，或者就是说高度自动化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在我们国家来说，这个使用自动车的话，
它能够提高安全性。嗯，它因为这个自动车就像刚才黄博士说的，它能够遵守规则，不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人就是急了或者有人醉驾了，它不遵守规则，它汽车不会。哎，但是刚才因为有提到说它的路线必须是事先制定的，所以这个跟例如说我们今天建一个，我突然间种了一棵树也好，对，我这样可能做一个简单的轻轨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它以后技术的发展会从那个规定好的计划到那种任意的，我就说我到樟宜机场，那么现在可能是规定就是说必须从 PIE 走过去，那么以后呢可能它智能提高了以后，它可能会选择比如说 TPE 或者是 AYE， 它看哪一个路线比较就是说顺畅啊，然后再选择它的路线。对对，我们南大还有一个实验室，它现在叫这个新工程南大企业实验室，我们做的一些研究项目主要是解决就是说在实际问题当中我们遇到就是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下大雨，这个雾很大，你看现在所有的那个即使在美国进行的实验，它放的 video 都是在比较理想的状况情况下，而且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依赖人为的判断。对，例如说刚才讲到，好，如果路上出现障碍物，这个机器可以侦测得到，但是我觉得说作为人哦，我们都会想到说有些事情真的需要人的自己本身的判断自觉，机器能不能够做得到这么精确的一个决策？现在大部分可以做到了，在例如什么样的情况？例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动车在车上跑，如果有一些就是说小孩子，他是跑得很快，他突然从那个一个角落跑出来，他可能在那个视野范围以外，或者他的速度很快，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是闪避障碍物的话，对乘客来讲反而是危险的，所以机器要怎么样知道说什么时候应该闪避，什么时候其实应该或者是向左还是向右转呢？对，他通常会就是说减速了以后他再做判断，他如果是不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不能够重新规划，他就会停下来。是，那这样的一种无人驾驶如何融入我们的未来城市规划当中呢？以后嘛，这个可能有几个阶段吧。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海港，飞机场，在那个物流中心，他这些就是说使用者他是比较成熟的，他是工程师啊或者是操作人员，他们知道那个环境，知道那个车子，然后这个技术成熟了以后，那么可能到一些区域它是小范围的，所以还是有个定点路线啊。对啊，但是它定点路线的话，比如说在飞机场把那个行李从那个 terminal 运到这个飞机的时候，它也不完全定点，飞机停的位置可能是随机的，它是随机的。哎，这样听说在英国的小镇已经开始在做测试了。主要在法国，我知道我的朋友在法国，他们在一些小镇已经实现了一年，就是已经进行实验做了一年，并且现在在美国，在内华达，加州，密歇根州，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已经批准无人驾驶汽车可以上路了。那已经开始做商业用途了吗？现在商业用途还没有，因为车子的成本还很贵，因为一个 sensor 本身，一个传感器本身就可能是要十万美金还是？是新币十万，对，只是探测器而已。补充一下，是，请说。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其实发展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让它成为一个公共交通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用这个 OneNorth 来做一个例子来讲，比如今天我在 Biopolis 上班，对不对？我到达这个 Buona Vista 的 MRT station， 跟我要上班，我可能要走一个500米，对不对？500米，对，要走。也不是不行，可是也有一段距离，对不对？对，我可以选择走路，我可以选择骑脚车，可能有点麻烦，对不 对？然后我可以选择坐巴士，可是巴士我要转换巴士，也是要拎着很重的东西，的时候我也很麻烦。或者我要搭德士，路程太短了也不划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呢，就会出现。你通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你可以预定，它就会出现在那个地铁站，载你上车，载你到 Biopolis 上班。所以这是对于那种开车又太短、走路又太长的路程，有这个切口，对，所以这是根据你们的研究数据当中拟出来的一个空间，对，然后这个发展空间，对，为了要纳入这个公共交通一部分，它成本一定要很低，当然啊，对，所以我们在这个
发展这个开发这个阶段呢，我们都用的比较低的传感器，好像其他的公司或者其他的那个机构用的都是蛮贵的，比如我们现在用的大概是从一个普通的汽车转换成一个无人驾驶，我只需要3万新币。嗯，对。哎，请问现在关于可能保险啊，或者是那个法律方面问题，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了吗？有，美国其实，在政府层次，在州政府，在联邦政府都已经着手在做。新加坡这个各个部门之间也在协调，也在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像我们下12月27号呢，我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车资也会下调。那如果说无人驾驶这个纳入公共交通系统的话呢，我相信这个车资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想大家都期待这个技术还有制度方面都可以早日的完善。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如果针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看法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到狮城有约面部留言吧。好，稍作休息，待会带来下一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